那叫瑞士啊，欧洲品牌这么多。对啊，欧洲的品牌都是垃圾啊。欧洲的品牌都比较高档，都是垃圾，只有瑞士比较好。都是垃圾。瑞士，你有看到其他有写什么？没有啊，瑞士英国制造。瑞士是救护的，要急救了才要买瑞士。要急救了，怎么还？已经快挂了才要买瑞士的啊，什么快挂？直接攻下面。